斗机场吗？行了，一会儿登机了再说吧。好久没坐飞机了，下飞机了。机场人超级少，真的完全没有什么人。打车。我们叫了 Uber， 等了好久才叫上。我们已经进酒店了，明天就去市区里玩一玩吧。好了，现在是第二天的中午，我们准备出门了，感觉外面非常的热，我们要去找点东西吃。我们在某红书上看到一家鲍鱼烧冰淇淋店，那个过来打个卡。这玩意画的也太快了，它主要下面是软的皮。天哪，真是好好吃啊，画龙手上全是，我操，这画的也太快了，太快了，我操。上妆全都给蹭没了，你要不要补一下？算了。喝完了，准备走了，戴上了口罩。啊，好累啊，我已经废了，废了，我的脚好痛。妆全都化了，准备洗洗睡了，卸妆了，好累、啊。找了个吃龙虾卷的地方。在村里并没有剪头发的地方，所以我们进城剪头发，约了个理发店去看一眼。口罩太大了。剪完了，清清爽爽，两个人，耶！我又变回了那么短的长度，但是我很快乐。剪得很好。我要逐渐抛弃我的刘海了，剪得贼好，剪得又快。韩国大妈真的好强。去买贡茶。感觉要下雨了。今天懒得化妆了，准备回去了。天好蓝啊，今天这个太阳。又买了个龙虾卷吃。嗯，快，安检。